我那个爱徒给我讲的是不好用啊。他说他帮我试过了。抽。等会儿吧。哇，怎么第五下了呀？还行吧，就我跟他吧，应该是150。真的假的？我操！那说实话没办法了呀。说实话，守护都那啥，抄手那封一下吧。抄手的话还是封一下吧。第一件不做小兵。我是真没想到，我打完这蛤蟆升6了。我没看我经验。走吧，对面中来了，对面中说实话看着小地图来了。
还含金量的，波比反应快点，直接杀那个狐狸了。那个狐狸他这样绕就是来送的，全是钱。 怎么刷的？直接抄不就行了？不能放 W，放 W 给这人挡。 啊！E这么远。 谢谢外哥续费的剑士，朝双拿一个吧。谢谢外哥的超分口。 哎，别锤！我操！哎呦，那吃个车吧，那就。 这些人也不扣问号，挺好的。
这皎月一看就不简单的，他这个血量感觉我能蹲一下 AD。哇！可以。不想试，想着就没啥用。小马给我试过了。我感觉他好肉啊，幻影之舞。我说艾图他有的人不知道是谁。拿先锋吧，这个先锋有时候得拿着，先锋好东西。他家蓝还在。潮虫这东西14分钟以后，就是塔皮掉了之后，第一到四层就说实话就完全没用，真的是完全没用。你就拆一个这个二塔，假如说你是这个四条潮虫，你拆这个二塔，你 A 一刀如果是240，那你直到拆完这个潮虫也就才打240，就是能让你少 A 一下。第五条其实也就那样，就是别让他第六条，第六条有点快了，
给他六超虫就有点快了，就有点那种人多势众那种感觉。就那个贝尔维斯，他那个小虫子嘛，他那个小虫子本身也没啥用，但是他就是多起来，他能够帮你挡，帮你挡一些技能，挺烦的，还能给视野。团队资源就其实就一个小龙，这种先锋还有这潮床其实都是为了自己。你如果说控先锋哦，不是控潮虫，经验其实不少，然后钱也其实不少，其实挺香的，但是它影响的是你的后续，所以说就是有时候为什么不去控，明明这个潮虫其实可能是你打两个就其实跟一组 F6 差不多的，但是为啥不控呢？影响顺序，影响你后续的刷野，影响到你刷完野怪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抓人的一个流程，影响到是这些东西。而且就是刚才说的嘛，就是放了也没啥用，放了也无所谓。这都没中啊，你去打那个潮虫，你浪费的时间是浪费的你的这一个刷野的一个时间，你在这边你浪费个5秒10秒，你不可能量，其实不可能浪费2秒10秒，你从这边跳过去然后再走过来，对吧？我就算你就跳过去然后走过来你得10秒，你更别说你算上打虫子这个时间，所以说最起码都得15秒，你这个15秒你浪费的，首先你可能会因为这15秒钟导致这个下路，哎，你抓不到了，或者就是你刷完再去抓导致这15秒钟你抓不到了，你可能说你要刷到蛤蟆，然后他们下路打起来了，然后你放弃这个蛤蟆直接续，然后就算是你一样是刷完野怪然后还是抓下然后把对面给抓死了，哪怕是这种情况，他浪费的也是你以后的一个野怪的一个刷新时间，你本来你这个 F6 你可以提前15秒刷新，那你提前15秒刷新这个 F6 三郎是不是也会提前15秒刷新？因为你刷完 F6 你刷的是三郎，那你刷完三郎你刷这个蛤蟆会不会也会提前？那所以说就代表的是你的除了石头人，你的 F6 和你的三郎还有你的蛤蟆都要因为你的打的这一条潮虫导致你的发育从你控制到潮虫开始以后的这一整把都是要慢这15秒钟，就这一整把游戏都要慢这15秒钟，这15秒钟它会影响什么东西，这个就是看运气了，它可能影响的少也可能影响的多，这个就靠运气了。总而言之它肯定是有影响的，然后你那省的那10几秒你哪怕刷完了，你就在下路一站，你就在这个草丛就在那里一站，你给到对面下路压力，对面下路其实玩的都想骂人，这归根结底就还是下路影响游戏，中上无所谓，中路都还好，上路根本就无所谓，上路影响不了游戏。
除非就是对位差距过大。你不用发三个点就表示你觉得很无语，你要是觉得有道理，你就觉得没道理，你就对吧？你就不用听，你不用在这里发三个这种句号，觉得自己很无语，装出一个很无语的样子。为什么这有眼？往这边拉，我操，这关好也无敌。哦，这二塔还在，我说怎么没有兵线？试一下。现在做盘眼刀是为了被动去的。反正他们少个人啊，少个家伙。哎呀！他们怎么不抱团呀？不抱团的。